彻底懵了。别说是你了，我一个局外人听着都难以接受。我给你做点夜宵，咱俩消化消化。你吃吧，我不吃。你也别纠结，说不定就是你们老钱家的血对异族有特殊的功效。就你这病啊，我们一般人都得不了。你这都不能叫病，叫宝贝。武侠小说里不都写了吗？凡成大事者，必有异象。你看人平之，你看人不群，你看人不败。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？哎哎，差不多得了。别老了，我尝尝。自己放下。严夫人，啊，石头不见了。什么？孙队长，哎！孙队长，孙队长，
思腾，思腾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将一切了结了吧。
醒来肯定不好啊。感觉好一点没？